要喝水就好了，多喝水。我们感谢彰化卫生局今天编组医护人员到本家对所有的住民工作人员实施疫苗注射，确保我们的安全。那我们经过今天注射，我们的注射率达到 85% 以上。那再次的感谢彰化县政府卫生局所提供的服务，谢谢。不要揉，越揉越痛，越揉越痛，不要揉，它有贴上去。欢迎一下，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什么心血管疾病，甚至过去可能有点小中风的，都不要紧，因为这个疫苗打的是保护你，一定是保护的效果。但是回去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多喝开水，不要到处乱跑休息。 另外有任何不舒服跟你们管理员或护理师讲，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另外我们给别人讲，大家待会可以的话拍拍手，谢谢我们的志工们，大家帮忙好不好？来，大家鼓掌，谢谢他们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哦。来，北北，他们的大部分症状就是发烧，所以。 回去之后多喝开水，对比较年轻的人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有超过38度多的时候，赶快吃退烧药。那我也跟主任讲了，我拿了500颗的退烧药已经放在护理人员那边了，那个东西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吃，赶快要吃。吃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原则，4到6个小时你就吃一颗退烧药，喝水。 那大概1天过后，烧就会退。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打针的地方，红肿的情况比老人家更严重，但是这个红肿很快会退，只是你必须要忍受那个局部的一点点酸痛而已。这个点可以跟所有的同仁讲一下。我常在我的诊所都打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你会痛会发烧的，就是代表你年轻。 你不痛不发烧的，就代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你才不痛不发烧，懂我意思吧？回去之后你就自己问一下自己，你还年轻，那你就准备稍微有可能一点点发烧；如果你还年轻，你可能会有点痛，懂我意思吧？好，所以同仁记得有稍微发烧超过38度以上，赶快找。要给我的要准备好。